超级汽车。无效的观众，观众朋友们，接下来我要表演今晚的压轴节目——魔术秀，大变活人。大家请看。哦，他们要做什么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三、二、一，变！叮叮叮！哇！咦，小丑开心虎去哪儿了？我在这儿呢。哇，好棒呀！太精彩了！哈哈，演出成功了。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哟，看来大家对我们的表演很满意。等一下，奇怪，树懒先生怎么不笑啊？难道他不喜欢我们的表演？树懒先生，你为什么不高兴啊？你不喜欢我们的表演吗？不，不喜欢？天哪，果然是这样。马戏团是一个充满快乐的地方，可我们却让树懒先生失望了，这可不行。树懒先生，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一定会用更精彩的表演让你露出最开心的笑容。超级汽车准备升级，这一次我可要拿出真本事了。超级汽车变身，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搞怪演出服。超级汽车表演开始。灯光好闪耀，烟火很美妙，魔法秀百变造型多，快来猜猜我是谁。谁的金宝弟弟舞是警车，谁的狗子甩呀甩大吊车，谁的翅膀飞呀飞救护车，谁的水枪转转砸水车。表演了这么久，树懒先生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？别着急，我们再来试试。神奇魔术师，我的本领高，变呀变呀多奇妙。调皮的小丑，我也有绝招，做个鬼脸逗你笑。跳跳出租车，空中荡秋千，摇啊摇啊飞得高。用力弹一弹，跳过大火圈，我的表演最精彩。音乐音乐请继续，想起来多么快乐的夜晚。我好累呀、啊、树懒先生怎么还是不笑啊？我们真是太失败了。哈哈哈啊、快看快看，树懒先生笑了，他笑了。树懒先生，到底是哪个节目把你逗笑了？汽车模仿秀还是空中荡秋千呀？我喜欢大变活人、哦、大变活人，那不是第一个节目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其实树懒先生不是不喜欢我们的表演，他只是反应太慢了。啊，这也太慢了吧！
哈哈哈，穿越迷雾。别出声。嘿，我抓到了。哇，哦，变天了。同学们快来集合，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你们看，好大的雾呀，路都看不清了。杨老师，我们怎么办？同学们，快过来，千万别走散了。杨老师，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森林里突然出现了大雾，我们迷路了。大家别急，请留在原地等待救援。开心虎，追踪电话信号，确认他们的位置。嗯。找到了。哥哥，这次的任务要派谁去呢？既要熟悉路线，又要保证乘客们的安全。最适合的超级汽车就是公交车、巴士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豪华公交车巴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雾干扰了视线，我要小心一点。什么都看不清，我害怕。别怕，你们快看，巴斯，快上车，我带你们回家。耶！大家坐好，我们出发了。引擎轰隆轰隆隆，车轮转呀转，朝着正确的方向。继续向前走，喇叭滴嘟滴滴嘟，车灯闪呀闪，穿过迷雾，找到回家的路。轰隆隆轰隆隆隆，轰隆隆轰隆隆，别害怕，灯光把黑暗照亮，我会陪在你身旁。轰隆隆轰隆隆，有大哥。轰隆隆轰隆隆，别担心，车轮充满力量，带你向前放飞呀。勇敢向前走吧，什么都别怕。不怕不怕，出发出发。车辆转弯，请注意安全。引擎轰隆轰隆隆，车轮转呀转，沿着小河的方向，继续向前走。小桥晃呀晃悠悠，出现大洞洞，危险危险，退后快退后。怎么办怎么办，想办法想办法，不要急不要担心，我们一起修好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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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朋友们在一起，什么困难都不怕。勇敢向前走吧，我们要回家。终点终点，马上到达。请乘客们下车，欢迎下次乘坐。谢谢你，巴斯。海精灵的魔咒。嘿，你们在玩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给我看看。哇，真漂亮，我要了。让我玩玩。人鱼公主，把公主还给我们。不要，等我玩够了再还给你们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不要这么小气嘛！哼，你太霸道了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对待朋友。我要以海精灵的名义对你施下魔咒。
玛丽格露露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现在魔咒生效了，再也不会有朋友了。天哪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谁来救救我呀？来自海底的求救信号。飞龙虎、开心虎，我中了海精灵的魔咒，你们快来帮我！好，超级。哥哥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魔咒呢，这次该出动哪辆超级汽车呢？让我想想，有了，救护车安琪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魔咒消消贴。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人鱼公主，安琪，快帮帮我，我中了海精灵的魔咒。别担心，我带了许多魔咒消消贴，用哪张好呢？别看了，快点贴上吧。哈哈哈，太好了，魔咒解除，我又有朋友啦。高兴能帮助到你。砰砰爆米花，能田大丰收，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，小麦咔嚓咔嚓，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好痛！痛就对了。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
小鸡们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猪伯伯小心！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。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白老虎、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！阿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速强有力，爆米花变呀变，满天飞，左边飞右边飞，飞呀飞呀。消防车打水炮准备好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小意思。哈哈，他没有爆米花啦！不好，他又要去摘玉米。放心，有我在呢。收割机咔嚓嚓，齿轮转得快。别想跑！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。